基曼深深为你的丈夫，你们禁止在证人面前根据婚姻法律介入夫妇。你们已经充分了解，在你们有生之年不能取消这份婚约，除非获得法庭的批准。如果你们之中的任何一方在你的伴侣有生之年以既言有之婚约继续有效时，与另外人士结婚，不论是通过何种方式或是在任何地点举行，就是违反法律。希望你们谨守今天的承诺，祝福你们白头偕老，共建同行。李晨，请坐。